金泰熙、林志妍主演有院子的家开播，两位主演破格的演技就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林志妍饰演的受虐孕妇邱尚恩，在得知丈夫死后，脸上非但没有一点悲伤的情绪，还到餐厅大客炸酱面。네도련님형수형이랑인연끊고살작정입니다저희부모님도마찬가지고요맞잖아너끊겼다요이미이미끊겼다니형이먼저그래요와나키워진은혜도모르고아니그게아니고요도련님죽었어요형이예죽었다고요잠시만요아줌마왜콜라줘도련님제가밥먹는중이라서다시전화할게요原本以为死了家暴丈夫的她反而得到解脱，却在接到警方电话时爆发了。그인간죽었어요아씨아이말몇번째하는거야지금예김윤범씨가사망했단말씀이십니까네네네김윤범씨사망했다고요죽었다고요이제이세상에없다两段超反差的表演获得好评，林志妍的演技真的让人感受到角色的压抑感，大赞他把惊悚的感觉演到极致啊！巴拉采访记者李报道。